上理解於弊，最初出方為正方南田聖保祿中學。
咋，但係東南新生活作者黃崇佑亦都指出，年輕人追求嘅係絕對公平，覺得既然長者有纜車優惠，就已經係幫咗佢哋，所以啲位應該係所有人都可以坐，而唔係老人嘅專座。更加不滿長者恃老賣老嘅行為，最終引起矛盾，甚至延伸到喺網絡衝突，加深世代矛盾。然而關愛座嘅目的係包括幫助長者，因此年輕人嘅觀念被認為係識得敬老、唔道德觀嘅廢青，不斷加劇兩者嘅矛盾，出現就會出現好似入面嘅一位老人不滿另一位男子坐喺關愛座同佢發生爭執，男子取出十厘米嘅刀刺向老人腹部，使世代之爭更加嚴重。反觀取消關愛座雖然唔係完全解決世代矛盾，但係至少能夠減少人哋正面衝突嘅機會。最後想問下，有方承認關愛座嘅原意已經被扭曲，取消咗就可以撥亂反正咧？多謝。正方主辯所有發言時間為4:09，無過時無需扣分。跟住係反方主辯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我請向佢示意。老及人之老，幼人之幼。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關愛根據現代漢語前面嘅解釋就係關懷愛護，不過我一開始引述嗰兩句孟子嘅名言，已好全釋咩係關愛。關愛座起源於北歐地區，喺當地公共交通工具專為殘疾人士設嘅專用座位。後來關愛座嘅照顧範圍擴大到長者、孕婦同傷殘人士等等，關愛座嘅概念可以話係得到真正嘅弘揚。冇錯，各位請注意，關愛座固然係項設施，但同時間佢更加係一個概念，一個敬老扶幼、禮讓他人嘅概念。可惜敬老扶幼、禮讓他人就正正係香港人所欠缺嘅一環。國立台灣大學教授趙坤樂比較高雅各地指出，香港人喺未設立關愛座之前，讓座嘅習慣遠不及台灣、強韓國、大陸。大家不妨想一下，喺港鐵車廂嘅座位上面沉迷打機嘅年輕人多唔多？閉目養神嘅成年人多唔多？再望遠少少，喺嗰啲附近會唔會有長者或者孕婦企喺一啲兒童座位呢？如果冇關愛座，有需要人士會唔會更加難得到休息嘅機會呢？所以我方堅決認為唔應該取消關愛座。正如我頭先所講，關愛座嘅設施都係概念，只話不可以歸納出關愛座能夠相輔相成嘅目的。作為設施，關愛座可以輔助老弱婦孺，冇關係主話帶嚟情感，咁我不妨以孕婦作為例子。大家請想象一下，一名孕婦進入車廂，肚裏面嘅 BB 施展緊棉麻腿，手上一袋袋嘅嬰兒用品都喺施展緊千斤脹，企唔穩、扶唔穩，或會成到可想而知。但係讓座嘅人又有幾多咧？首先關愛座之前，香港新聞壇訪問咗138名嘅孕婦，有70%受訪孕婦表示懷胎10月期間嬰兒完全冇人讓座，20%為滿分，香港市民禮讓程度僅得4.62分，屬於唔合格。而呢啲都係實施關愛座前嘅讓座情況。當孩童只盼望歡樂，大人只知道沉睡，呢個時候關愛座設立與否，將直接影響一眾有需要人士有座位與否。車門一打開，人群湧入嚟，呢個畫面相信我未有搭過港鐵嘅朋友應該唔會感到陌生。但係要賽跑嘅話，長者、孕婦、殘疾人士又豈能佔優勢位咧？各位撫心自問，有冇見過人群湧入車站嘅時候，由於知道真正有需要人士，即使有關愛座未有人坐，但都冇人搶位霸位，於是最終長者或者孕婦或者傷殘人士，甚至其他特別疲倦嘅人可以慢慢坐落去。呢種情況大家又有冇見過呢？呢個係咪關愛座帶嚟嘅果效呢？其次，作為概念，關愛座可以培養禮讓風氣。唔知大家有冇聽過人群心理呢？其實呢個係由法國心理學家塔爾德所提出嘅。佢指出，模仿係人嘅天性，亦係社會發展嘅基本原則。而基於模仿結果，群體嘅價值觀會隨之改變，隨之產生。關愛座會改變行為。有人係一經提醒就會真心讓座或者唔坐關愛座。有人係基於壓力，於是唔好意思唔讓座，因為佢都知道關顧更加有需要嘅人係普世價值，久而久之變成習慣。以台北捷運為例，發言人趙光雄指出，關愛座意義重大，越嚟越多嘅乘客加入讓座行列，雖然總有爭議，但整體而言已逐漸培養出讓座嘅風氣。最後想請問有方同學，當你唔可以否認總有人因為關愛座而由唔讓座變成會讓座，而有需要人士因而少咗跌傷多咗休息，請問有方可以點樣取消關愛座而令讓座風氣有所提升呢？多謝各位。3:32，無過時無需扣分。跟住係公辯環
手發言追問，而回答方不得反問，而不得打斷公辯一方發言。如有違規公辯一方，可即時指出，評判認同可直接扣分，每次一分。如公辯一方如常發言，評判可自行決定是否扣分。請問雙方有冇問題？請評判注意，填寫公辯分數時請特別留意填寫次序，特別是反方分子第一格依發言次序嚟回答分數，第二格先是發問分數。而家請正方自由派出一位辯員作公辯。請你自由選擇反方一位辯員接受質詢。是否因為讓座才可以？有同學，你係咪亦
就咁點樣做到有關同學今日講嘅培養好風氣呢？根本而家我哋睇到現況係嗰啲人根本就唔記得咗關愛在設立嘅原意係幫助有需要人士，係宣揚洋蔥嘅美德，並唔係硬性規定。大時熱勢亦洋蔥根本就唔係本身嘅洋蔥，乘客怕被認為公園全感錯，而關愛在就長期丟空，洋蔥變流蔥。面對住今日咁嘅情況，有冇同學仍然仲活喺自己嘅幻想之中，將關愛在諗得好美好㗎，覺得關愛在係萬能㗎嘛，用咗佢就咩都做到㗎啦。話我哋可以培養啲咩風氣啊，同埋我哋有需要人士一定幫到。一定可以受到我哋幫助噶嘛？有風同學呢個情況，我哋都憧憬啊！但係事實又點會一樣呢？我哋見到嘅係關愛在只會引發更多嘅誤會同埋紛爭。就好似近日喺四川成都一架巴士上面，一個老人一嚟到就惡言相向，強行要一名男童讓出關愛座。男童只有6、7歲到，佢嗰陣時不知所措，點知老人直接坐咗喺男童身上，又聲稱關愛座係佢先至可以坐。周圍嘅乘客指責老人唔講道理，佢就知若罔聞，最後更拉起男童強行霸佔座位。今日有方同學好不責誒，好不負責任噶，同我哋講話有關愛座嘅話，我哋就可以培養到好風氣，就可以幫助到有需要人。但我哋見到嘅係今日關愛座唔單止幫助唔到有需要嘅人士，仲引發咗世代矛盾，令到而家因為關愛座而引起嘅社會紛爭越嚟越多。點解喺咁嘅情況之下，我哋仲要保留關愛座呢？多謝各位。正分第一項，所有牌時間為2分30秒，個個時唔想扣分。跟住係反方第一副，你有3分鐘嘅牌時間，準備好同佢繼續議事。主席評判入翻同埋在座各位觀眾都係大家好，我翻轉面最後問過，關愛座係咪可以令到更加多？係咪可以令到更加多人養座咧？喺有方嘅講法之下，你哋有責任論證取消咗關愛座之後，養座嘅情況會更加理想㗎。望翻關愛座設立之後，哪怕有方講到有其他嘅問題，但確實可以幫助啲有需要嘅人士。我方主辯描述咗設立關愛座之前情況，引述咗數據證明嘅需求，設立關愛座7成人會切膚之痛，有方點解唔正視呢？10月為他嘅新村，有方不予睇信，本身初老病者有方引致唔照顧咧。根據香港健康老人福利會喺10幾年前嘅調查顯示，喺500幾名嘅青少年之中，僅僅有1/3嘅人曾經養助俾有需要嘅人士。當年訪港嘅外國官員金光俊稱就話：香港人嘅養助意識惡劣得不可思議。關愛座實落咗10年之後，根據津地前指數同埋明光社進行嘅中學生養助文化調查，有96%嘅受訪中學生表示，即使冇人要求都會主動養助。九班關愛座設計者謝桂英指出，佢當年加入九班嘅時候，幾乎每一日都有個案係乘客因為生活情況而受傷。2011年相關個案當中，1/3係涉及65歲或以上嘅長者。2011年推行咗關愛座一年之後，長者喺巴士內失去平衡嘅個案減少咗一半。請有方直接回應呢個事實，稱回應呢個普遍性嘅數字。另外一方面，長遠而言，設立關愛座亦都可以培養禮讓風氣、心理合家下意識嘅推動。有方唔聽，只係睇網絡風氣同埋道德綁架嘅爭議。但對於以前諗都唔諗、傾都唔傾、讓都唔讓，而家會爭論點先算道德，反而會反思立場，唔係更加好咩？退一步講，我方嘅立場係關愛座唔想令到做好事嘅年輕人因為壓力而去做一啲好事，咁樣都好，下下都有人因為唔想俾同學話，於是就不情不願咁去鞠躬打招呼，咁樣都好。如果人人都有禮有讓，根本就唔需要關愛，亦都唔需要關愛座。所以透過壓力令唔想做好事嘅人嘗試做一件好事，甚至以行為改變觀念，行為成為習慣，都係一種教育。喺需要俾空間、俾時間，大家爭論反思嘅，而唔係好似有方同學咁樣隨便取消放棄嘅。多謝各位。反方第一副辯所用發言時間為2分32秒，過過時無需扣分。跟住係正方第二副辯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問第四位示意。接下来正方第二副辩。
佢要做，咁當呢個包裝原意都做唔到嘅時候，仲點樣無論有方口中嘅利處呢？然後咧有方咧又同我哋講話啦，明波社咧就話咧啲人咧俾多咗好多明波社嘅調查咧就指出話咧一啲人讓座率高咗，但咧有方咧從來都冇同我哋講過，都到底呢一個咧同呢個關我仲有啲咩分別啊？有直接嘅關聯啦，原來咧讓座率高咗咧可以係因為教育，可以因為宣傳，有方咧將呢個推論過程完全忽略咗，完全論證唔到俾我方聽嘅時候，點樣可以同我方講話原來呢個讓座率高咗係一定因為關我做咧？可能有方咧又會覺得啦，面對住關愛座讓座指引所帶出嚟嘅問題咧，取消咗座位上嘅指引咧，連一天都光曬咯。但我哋而家見到，原來佢已經唔係指引咁簡單，唔係話取消咗咧呢一個更新費用嘅風氣咧就會消失嘛。嗰啲咧並唔係話冇宣傳，並唔係話一直講緊一直講緊話咧，唔淨真係啲四樣嘢先可以坐關愛座噶。但班老人家咧亦都會認為咧呢一啲座位係佢哋專屬嘛。我見到呢一個已經演變成社會風氣嘅一部分啊嘛。係一個唔好嘅社會風氣，向壓啲人讓座，宣傳一直都有做緊，教育亦都冇忽略，但情況依舊。咁點解唔係應該從源頭出發？取消關愛座唔係最直接、最有效改善呢啲社會紛爭、舒緩世代矛盾嘅方法咩？其實咧，今日方同學嘅眼光咧好狹窄㗎，佢全場都係講到香港咧關愛座有幾好幾好，又話咧可以宣傳呢個嘅自然禮讓風氣啊咁樣啦。但係如果咧關愛座咧真係做得咁好，咁我方提出嘅問題，我方提出嘅問題咧，通通都可以靠呢啲所謂關愛座所造成嘅壓力解決。咁點解咧今日韓國、台灣、日本咧全部都話緊要取消關愛座咧？甚至台灣咧有近10,000人咧喺公共政策網絡參與平台嗰度聯署話要取消關愛座，亦正正係因為佢哋發現咧。大相徑庭啊嘛，佢哋知道唔可以令社會紛爭、世物鬥矛盾嘅問題越演越烈啊嘛。住咗個位，佢哋迷途知返啊，咁唔知道關愛座又用幾多個百年，有方先肯認清事實，還隱認需要這一個公道，為社會紛爭畫上句號。多謝各位。請方定附面所有發言時間為2:44，冇過時無需扣分。接住落嚟係反方第二附面嘅3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主席、評判、有方同埋在兩位大家好，喺呢度我想歸納翻啱啱封面環節。我問咗有方同學好多次立咗關愛座之後，短短一年時間，老人家受傷嘅情況已經減少至一半。有方不斷話我關愛座嘅完全唔關關愛座事，但係喺呢個資料顯示到，設立咗關愛座嘅短短一年已經減少咗一半。我想問下點解唔關事啊？點解唔見之前未有關愛座之前已經？呢、这個受傷情況已經低咧，有方今日認為關愛座嘅原意完全扭曲曬，完全扭曲曬。但我方想講就係、是，咁港鐵嘅為傷健人士而設嘅升降機都冇，都普通人都會照樣用。咁係咪佢嘅原意都唔喺度？佢都係咪應該設立咧？係咪都應該要取消咧？有方話關愛座會令到普通人唔讓座，我想指出，如果要有關愛座，係因為社會欠缺關愛，而對極度欠缺關愛嘅人嚟講，唔反對就奇啦。但係喺普遍嘅數字上面，至少多咗唔少人讓座，呢個係事實啦。而今日有方充其量都係論證咗部分人依家唔讓座，但係嗰啲人係咪本來會讓座，但係因為關愛座嘅出現唔再讓座？有方冇論證到有啲人無論有冇關愛座都唔讓座，點解我哋要為咗佢哋，因為佢哋而取消關愛座咧？有方一直講緊嘅就係呢啲人，我方講緊嘅係其他人。有啲人以前唔讓座，因為依家又喺提醒之下知道要做好人好事，變成讓座。有方全場都冇反對過呢啲人嘅存在。另一方面，有啲人基於壓力讓座，有方話唔係出於自願，錯。有關愛座之前，佢知道讓座係好事，而唔願意做好人。依家佢喺有壓力嘅情況底下，又冇法律懲罰情況下，因為唔好意思，所以於是選擇做好人。久而久之成為咗習慣，這個都係一個莫大嘅利處啊！翻返我方主辯嘅核心問題啊，既然有方同意讓座係一件好事，咁取消咗關愛座又點樣提升讓座率咧？有方答唔到。實施關愛座之前，企唔穩嘅70%大肚婆乃至其他老人家以及殘疾人士心灰意冷，企唔穩嘅巴士上面老人家跌傷嘅數字比依家多1倍，而對座位實質需求冇咁大嘅人埋首於打機同
劇，董冰冰嘅數字赤裸裸嘅現象話俾我聽嘅係老弱婦孺需要保障，禮讓風氣需要加強。睇下同香港做法相近嘅台灣啦，實施關愛座之後，根據民調機構 Foster 所指出，會讓座嘅人有68%，而無論任何座位都唔讓座嘅人得3%。回望香港啦，文化教育從來都係漫漫長路，點解今日我哋唔繼續前行，而係倒行逆施走回頭路呢？多謝各位。反方第二副辯所用發言時間為3:06，過過時無需扣分。而家進入自由辯論環節，雙方各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當一方發言時間用盡，本人將會宣布另一方嘅剩餘時間，各方可自由提出一位或多位辯員發言。而每位辯員均必須在本環節發言，如本環節結束時在場人士發現有辯員重起發言，該辯員所屬一方將被每位評判扣除5分。請問雙方有冇問題？如果沒有嘅話，自由辯論環節而家開始，請正方先派一位辯員發言。準備好聽埋先。今日有方同學今日約咗係自願性嘅。有些人是自愿，有些人是因为在群众的压力底下而强让了。如果有个同学是要用压力去规管他们的话，那为什么不自愿立法取消关爱座，怎样提高他们呢？因为就是要教育他们有珍惜关爱座的意义。他们有得自愿的话，现在有些人是因为强的事所才自愿做这个让座，那其实有方同学所说的那个人是再問下方同學，而家覺得咧係要養咗係自愿性定強制性？強強真嚟，因為關愛座可以培養到禮讓風氣，甚至唔需要㗎。關愛座我都冇理解過點樣培養到禮讓座風氣㗎。咁然之後咧，方同學咧已經實現咗，原來呢啲咧嘅人民心咧就造成一個強迫性，強迫啲群眾嘅喺群眾嘅即係強迫。在这个案子下才可以令到他们有这个礼让的风气的嘛。这个有方同学为什么不直接立法呢？有方同学我不知道，有方同学有没有听过什么叫让群心。
負面嘅情，覺得關愛就係處於一直都係負面，一直都係一啲製造一啲批評等等嘅情況出現。但係我方二父，我一父二父都有講過，九巴士立咗關愛就之後，老人家受傷嘅情況減少一半咯。咁有方，如果你真係假設，即係假設有方真係取消咗關愛就之後，你又點樣幫翻呢班老人家？咁而家我哋見到嘅唔係負面，我哋唔係用負面去睇呢個關愛嘅情況，而家嘅現況係咁樣，所以先有方同學唔好再補充自己啦，仲有方同學承唔承認今日取消關愛？唔承認，因為其他座位都可以做到呢個效果。我係咪方同學？你講唔到關愛座位究竟有啲咩用？我覺得我係咪關愛座同普通座位一樣啫？關普通座都可以讓座，咁究竟今日取消關愛座同咁咪一樣可以做到而家所講嘅讓座？我哋而家就係要靠關愛座，然之後去培養一種叫做禮讓風氣，然之後再去改善咯。有方自己都講啦，普通座位自己都想讓座喎，點解而家取唔可以取消關愛座？因為佢取消咗之後唔係處係咪啊？你取消咗關愛座之後，你咪培養唔到禮讓風氣，你培養唔到禮讓風氣，咁你咪唔可以令到普通座位都已經冇咗呢種禮讓風氣。反方已用盡其發言時間，正方而家尚餘39秒，可自由喺出邊。其實有方同學喺度食面堂依然全程去曬，有一次講到咧，環球又要幫我做啦，所有樣嘢乜嘢都會翻返曬去。但係而家同食面堂嚟講，我唔係嘅，冇做啊，一樣可以幫到啲所謂嘅養生風氣。我想問下同學，依家幫我做成長咗8年啦，嗰個成效究竟係啲咩咧？呢個實行咗8年啦，原來啲分針咧唔單止即係唔俾你引嚟需要者，唔單止冇保障過，你啲分針越嚟越嚴重，點解你幫我覺得咧取消咗就可以幫，就唔可以幫到呢一百人咧？所以我係想問下同學啊，嗱，你幫我全部都同教同學講啦，咁有啲咩弊處，仲有咩俾同學講？我哋幫我做而家做咗啦，阿婆咧笑咗啦，啲九巴就話咧唔就好，咁咩就叫好啦。我想問下同學，嗰啲取消咗點解又等壓力咁多咧？正方發言時間已用盡，自由辯論環節結束。而家係辯論環節，雙方辯論有1分鐘嘅時間準備，而家開始。
是關愛作用，係另一半冇威脅，而一半冇威脅而跌傷撞傷嘅樣子變到唔使受傷出事咧。而有方同學啱啱視而不見嘅兩大好處，分別係幫助有需要人士以及宣揚陽嘅風氣。卷面提及嘅香港新聞壇調查，有一成四孕婦懷孕10月都受到無視。唔通我哋就人生見住呢啲本嚟又不及嘅人，要有上帝嘅鞭波一直企喺度，佢哋嘅安全係優先考慮嘅。設立關愛座呢十年嚟，大家回想一下，好似真係冇再見過孕婦冇餵坐嘅呢啲新聞同埋討論。有時候冇新聞先係最好嘅新聞。十年過咗，大家忘記咗十年之前原來會有大堆孕婦因為冇餵坐而上新聞出問題，於是就忘記咗呢一切其實都係關愛座嘅功勞。第二點，宣揚讓座風氣係基於本港讓座風氣不足。關愛座出現之前，其康福利會指出1/3青年人從來未養過座，係一次都冇。今日香港會唔會有1/3年青人從未養座咧？又或者大家會唔會盡量唔坐關愛座啩？唔坐係因為知道其他人自己更有需要，我哋無從反駁，無從反駁嘅事情就會讓人慢慢接受。呢種就係一種生活教育，教育從來都背長煎熬。要教係因為未教之前真係唔識諗，面對唔識諗嘅學生，老師應該努力堅持，因為係。對方心意放棄自己所相信嘅道理，面對唔識諗嘅社會，希望大家一齊努力，唔係放棄讓座係好事，而社會公民應該係好人呢個道理。多謝各位。反方結辯雙方時間為3分23秒，無過時需扣分。最後由正方結辯總結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我請向嘅小事宜。所以佢等於可以其他份都冇所謂，顯然唔係嘅，都似一啲有意思嘅。
反映喺個排處嘅咧？其實咧最尾我哋不妨諗一諗，其實咧所有嘅民眾文化都係建基於人同理心啫。即係究竟如果人真係有心嘅話，點解仲需要設立關愛組咧？我即係讓眾文化真係而家唔係話每日空住個好關愛組嘅小黑黑喺度，咁就可以培養佢啲關愛嘅文化，就唔係話可以幫助所有人嘅。其實我相信，只要各位有呢份心嘅話，無論你有冇關愛組，幫人都係出自內心，都係做得到。多謝各位。正方結辯所有發言時間為4分10秒，冇過時無需扣分。演出嗰一段落，請大家喺評委手裏下。最後再提名評判，最佳辯論員需額外評分。每位評判請先選出3位表現較佳辯員，獎分別給予分數，最佳一位得3分，次佳一位得2分，餘下一位得1分。
我覺得咧，去到呢個位嘅時候，正方受落去負面影響係大過你哋所講嘅正面影響。咁所以咧，喺呢一輪攻擊上面，我會覺得係正方佢嘅嗰個攻擊係比較有力嘅。咁雖然呢個攻擊係會 free 分子出現啦，咁所以如果喺分子上面前面嘅話咧，我覺得前面我每一個環節都係即係一對一同埋開面對方面嘅負對一半。咁去到自由面嘅時候，就會正方嘅分數就會高過反方一啲咯，即係明顯高啲。咁但係其他環節都差唔多。咁然後咧。特別提下咧，就係、我覺得反方係開面嗰陣寫得好好啦，無論係資料定係用詞上面嘅運用。咁但係咧有陣時佢哋嘅一啲數據係，即我覺得正方係有質疑到反方嘅一啲數據嘅。咁例如話嗰、讓座嘅數字，即係有好多學生讓座，係咪源自於關愛座呢個攻擊？我覺得係有。咁其實其他攻擊都可以係講佢嘅出處其實係遵你咁，係咪真係？咁而正方咧，我覺得正方做得好好嘅係你哋好有眼光，刻畫咗現代文啦，即係一副特別一副嘅位置。咁就係關於第一個係講在地概念啦，同埋另外一個就係帶嚟咗社會嘅紛爭。咁但係可以俾你哋建議咧，就係我覺得無論係正方定反方都係可以喺判斷嘅時候唔好淨係講佢，因為我覺得你哋嘅特別一副應該都係冇咁長嘅時間。咁所以咧，如果你哋可以早啲回應對方嘅話，咁你哋就可以早啲將個分數拉到自己嗰邊咯。如果唔係，就好似頭先咁樣，我就係由 free 咯，先至會因為你一輪攻擊，所以先至俾多啲分。跟住之後，仲有一個位咧，就係、是我記得好似應該係二副啦，正方二副嚟到咧，點解要取消？就係、是、因為呢個老人家受傷啦，反正啊，我記得啦，你係回應緊佢講嗰個老人家受傷嘅位置。咁咧，二副嘅回應方法咧，你講嘅方法係話。點解你嘅老人家受傷，當取消咗之後一定會上升？你嘅問題係咁樣嘅。咁但係咧，我嘅理解咧就係佢哋所講嘅係，因為之前冇嘅時候係低，有冇嘅時候係高嘅受傷率，有嘅時候係低嘅受傷率。咁所以咧，我覺得我係會接受佢哋講法，就係當你冇咗之後，你受傷率就係會高啦。咁所以反而咧，你哋嘅回應方法比起就咁純粹反問點解會低點解會高翻咧？我覺得你哋更加可以攞嘅 approach 係，你哋其實可以講下你哋嘅態度，究竟覺得而家啲人會唔會讓咗咯？因為如果你覺得當冇咗幫我做之後，其實佢都唔會受傷，或者都唔會有太大改變嘅時候，其實我覺得你哋阿馬仔嘅意思係話，其實而家啲人都係會讓咗，咁所以講都唔得。咁所以可能正方可以再交代埋你哋嘅態度上面，覺得而家啲人究竟係正方嘅究竟係讓？取消
要跳入翻人嚟講啊，其實今日方同學你見到真係可能之前嘅數據係咁，但係我哋睇現況係點樣，有冇乜迫切性，或者係我哋取消咗之後，我哋數會唔會更加大咧？其實咁呢樣嘢係要諗一諗嘅。咁而反方向係反應嘅時候，其實有一啲嘅都係可能延展翻上面補充翻上面反主講嘅數據，譬如話係你講嘅人婦啦，你講嘅中學生嘅例子啦。咁又或者係你講舊媽嘅例子，其實都係即係偏向比較係補充翻之前講嘅嘢嘅。咁而有一個位置其實係有少少危險咧，就係、是、可能你講話喺學校復工嗰個情況咧，其實因為學校係一個即係你本身嘅我哋叫做 institute 問題啦，即係佢係個問題就係你入邊有好多老師去解釋點解復工係一件有危害嘅事，而點樣去即係令到佢互相互助嘅時候，喺學校點樣去做社工環境？但係關我同學唔同，即係如果即係佢舉個係正方冇，佢捉住你呢一個例子去再去反駁啦。其實如果關我同學係即係呢一個位置，咁可能係可能得三言片語去講，就話係我哋約咗俾有需要人士啦咁樣。咁呢樣嘢係唔足以去令到係即係同你學校嘅例子係相對比嘅咁樣。咁而講翻就係、是。你哋主線嗰上面啦，我覺得係正反雙方咧，今日個開個主線其實我覺得係正路嘅，咁但係有少少雙方嘅有少少位置要去注意翻啦。咁正方嚟睇啦，譬如係你第一個嘅論點，我覺得係 O K 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個論證就係未高於弊，即係正方唔得嘅，一定係講你高於弊。但係即係扭正風氣嘅時候，咁後面可能要陳述翻多少少就係、是。咁點樣去扭正到個風氣咧？取消咗啲人會帶嚟啲咩觀感啦，同埋人嘅習慣會要改變。咁而第二件事就係、是你提即係第二個論點你提到就係話係其實依家我哋可能特別係年輕一代追求絕對公平嘅一樣嘢啦。咁但係絕對公平同埋其他嘅唔公平係有唔同概念嘅，所以可能呢個位置可能有少少危險。究竟係咪一定要係絕對公平先至係叫做好咧？同埋呢一個嘅位置上面喺後面follow up 係比較少啲嘅，我覺得。咁反方嚟講咧，咁我覺得係都即係你哋嘅立場其實都係幾好啦，我覺得。咁但係有少位置可能稍嫌有少挑剔嘅位置，就可能你講第二個方案係模仿個概念啦，即係你提出一個台北捷運嘅負責人去講話係佢哋嘅產品，即係佢哋嘅關愛組織越嚟越多人去做到呢一個嘅。成效嘅咁啊，呢一個咧係有少少危險嘅，因為呢一個係即係台灣捷運嘅負責人，咁佢本身可能我有冇聽錯先？台灣即係捷運嗰個嗰發言人係咩嘅？
流動同埋少少去挑剔嘅位置。例如咧，你一開頭第一個論點就話咧，因為現時嘅花海做得四個標籤，咁所以咧就係得嗰堆人可以用。咁如果我係反方嘅時候，我就第一樣嘢諗到，即係花海做一家都會有標籤，甚至乎取消咗啲標籤，咁係咪就等同於可以繼續存在咧？咁呢點係會質疑嘅。又例如係咧，頭先正如上一位評判所講啦，正方二副咧最後一個位就問到，你取消花海做點樣？點樣幫到啲即係唔取消翻外在，點樣幫到啲隱形需要者咧？咁但係我又會諗咧，就係你哋前場都冇交代過，你哋想取消咗翻外在之後，點樣針對呢一個持份者去幫助？咁所以換言之，你哋後場執著住隱形需要者呢個位置，我係會有少少唔明白個推論喺邊度。咁呢個係主線上面嘅漏洞。咁對於反方嚟講咧，我覺得做得好嘅位置咧，你哋啲資料話得好足夠。例如咧，後場越講越多嘅，例如係啲中學生咧，九成六人會主動約咗。咁呢啲資料咧係講得好，但係做得唔好嘅位置同樣都係資料上。我會留言咧，你哋有呢啲咁強嘅資料咧，但喺回應嘅時候唔識得用呢啲強嘅資料去做翻回應。例如正方咧，非常大家問你啊，究竟點樣問正方落座係真係可以促進到呢個讓座風氣啊？咁你直接答佢咯，九成六嘅中學生同你講係有關愛座之後，佢願意主動讓座喎。咁呢啲就係你問完資料上嗰啲臨場落嘅回應啦。咁我就特別你哋有強嘅資料啦，個臨場回應入邊咧唔識得擺翻佢，咁又係下次可以再改進嘅。咁第一點我哋想講完，第二點咧係想講表達上。今日咧出現咗兩種極端嘅表達，第一種極端嘅表達咧就係語速太快。好老實講咧，係作為一個即係打到輿論嘅評判咧，都覺得你哋語速快要聽得好辛苦嘅，咁就希望就可以放慢啲嘅語速啦。咁另外一種極端嘅表達咧就係、都唔係極端，就係咧你嘅表達上面咧未必可以話俾評判聽，原來係回應緊對方。例如係好多時候咧就揸住自己份稿件啦，讀翻自己稿件上面寫咗嘅字，咁但係其實好簡單，點樣提醒評判咧就係、你回應翻上一個位咧，點樣提醒評判嘅回應緊咧就係、有方同事出乜乜乜乜乜。然後就發翻佢哋自己嘅嗰啲字，咁樣聽上去嘅連字咧就會更加好啦。咁嘅表達上咧就會更加話到俾評判聽，原來佢回應緊上一個位嘅。咁表達上面咧可以陣間再問啦。咁第三點咧係最關鍵嘅一點就係、咧，今日喺場上面咧可以見到好多可能比較 green 啦，比較少接觸輿論嘅